小姐，我这啊，小姐，啥？啊，不是，就咱俩出去买个燕子糕，我朋友咋没了呢？不是，这找丢了，我咋跟家里人交代呀？我操，姐，你先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表姐肯定在附近，也没走远，她也不是傻子。是吗？嗯，妈找找吧，姐。啊，搁这儿呢。妈，不成信。老妹儿啊，你姓葛的，就顺这条小道往上上。我告诉你，那大几百的门票你就省下来了。你那边买票你划不上，是不是？是吗，哥？是吗？那哥，你带我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姐，不，你上哪去了？啊，那瞎跑，吓我一跳，你知道吗？没长脑子。人没了。啊，我这么大人，我还能走丢了？这不，我跟那大哥人说那个抄小路省门票的事儿呢。抄小路。啊，对呀、啊。那个外地人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搁那边啊。景区那门口买票几百块钱，顺条小道上去几百块钱就不用花了，你买点啥吃的喝的不香？对呀、啊，不是姐，你说这进景区买门票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你说你非得跑找这个小便宜干啥呀？而且咋不是也不是没那钱，也不是买不起，咱家钱大风管来的啊，不知道省钱呢，这一下省好几百，那不多好啊？不是姐，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，那是逃票进景区，那是本身就是违法行为。老弟啊、哦，这么跟你说啊，那些卖门票就坑你们这些外地人，咱本地人都走小道，哪怎么卖门票的？大哥，你没看新闻吗？那带游客抄小道，那是得行政拘留的。有没听见？哎呀，还得行政拘留呢。那你看人说了，他们都这么干，本地人都这么走。不是，那也不行，你走。哎呀，你快，我不去，我要抄小路。哎呦妈，你出门什么时候喷香水了？这给我熏的。我没喷香水 啊！哎呀，我不管，我抄小路了啊！你俩不走，走，咱俩走。不是你别，什么？哎呦我的妈！胖子，他身上那味儿，我妈给我熏的，我上不来气儿了，胸闷。胸闷啊！小董，你没事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好难受。啊！哎，就算那男的喷香水了，也不是这样啊。啊！完了，啊，哥就有危险，走，快跟上去。哎，哥这儿，今年弄条大肥鱼啊！哎，应该能卖不少钱。鹏哥，赶紧上！过来收拾一下啊！姐，我等你。啊！哎，我操！我哪跑了？小姐，姨妈，哎，你给我松开！操！别动，姐，我操你他妈是死人犯呢！我操了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他妈砸死你！等，到年底了，人贩子出来冲业绩了啊！你先送他去警局，姐，你先送他去警局，我带你姐去那个医院。行，走，快走，走，姐，坚持住啊，姐，走。